是我们店里的咖啡，还有这个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不允许推销其他的咖啡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保证我们店里的咖啡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供货渠道，谢谢你啊，请吧。打扰了，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这三个呢，都是我们店里咖啡。哦，这个是最经典的，然后这个是偏古店。这两个是偏死。你这个死眼变态男，你这个龌龊的死眼变态男，衣冠禽兽！我给你推销咖啡，你看我哪？你看我胸！不是，女士，你先出去好吗？给我道歉！我们做生意嘛。道歉！请你出去好吗？这有商量，不做也罢。